青海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亚洲之星。那么盘市大盘今天小涨三点的过程里面，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会问我说，马老师到底什么股票还可以买，什么股票今天涨上去了还会再涨吗？其实你每天看我的节目，来看我的侧标，我直接告诉你，真的机会就在我马老师的亚洲之星里面。为什么我这么讲？不要说别的，投资朋友，大盘指数来，你看今天拉尾盘小涨三点，真的指数不重要，指数不重要，重点在个股。你看看3532的台盛科收盘收最高涨 8.8%， 又一个 Lucky 7， 有没有？这一波上来从34到68刚刚好一倍，刚刚好一倍，多久时间？两个月，一倍。甚至6488的环球金，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昨天很害怕，说压回来了压回来了，今天呢又涨停板，有没有？又涨停板。投资朋友，你说机会在哪里？台盛科涨一倍了，还可不可以追？会涨到哪你知道吗？环球金今天又亮灯涨停板了。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这一波整个12寸金元的一些相关个股你抱不住，你也买不下去。这个位置点，来先看我的侧标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每天锁定我马老师亚洲之星的节目，我会告诉你重点，怎么样的重点，怎么样的机会。我不要说涨了一倍的股票，前面的冰川光红甚至台盛科涨一倍了，你说马老师这个地方涨一倍了，我真的追不下去。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我一直告诉你，我马老师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带着我的研究团队在做功课，在替你打拼。打拼是什么？马上再一个多月要过年了，农历过年之前你怎么样掌握自己股市今年的年终奖金，怎么样在新春红包先准备好赚股市的价差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那你说马老师那机会到底在哪里？来我先跟你讲两个重点的机会，我讲出来你会觉得说啊，真的指数不重要，真的指数不重要，指数如果有回来有更好的价格买更低不是更好吗？仔细看好哦。来第一个，今天南韩三星礼拜一创历史新高，礼拜二又再创历史新高。哎，前面一波马老师你有讲过，哎，三星 Note 7出来的时候还记不记得？ Note 7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强调的虹膜辨识让三星创新高，创历史新高，结果 Note 7出问题震荡，哎，也没有跌下来哦，又创新高了。这一次涨的是什么？曲面 OLED，曲面 OLED， 台湾产业里面谁有做这个能力受惠最大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知道了你会担心大盘指数吗？八月份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这一段，这一段涨势的时候虹膜辨识三星 Note 7，我在讲的是什么？光虹，我推荐的光虹在买进，还记不记得8月16号14块多的时候我再买进，涨到哪里？涨到哪里？将近12只的 no 那个 Lucky 7，将近12只的 Lucky 7，你都看到了。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，你看我节目你也赚到了。那接下来呢？你再看一次，八月份这一段。虹膜辨识题材让三星创下历史新高，现在三星又在创历史新高，是什么？可饶式的 OLED，
明年高阶智慧手机不会是只有苹果啊，乐金、Google 有没有？全部都在发展可饶式，就是可以弯曲的 OLED， 谁受惠？全市场，意思是我马老师领先带你锁定这个机会。你说这个盘是怎么没有机会呢？你一直看指数，一直看指数，我跟你讲过了嘛，避开外资调节的股票，避开外资的指数股。你看到韩国三星都在创历史新高哦，礼拜一、礼拜二创历史新高，来这一档，投资朋友好好锁定住，不要说没有告诉你，我都是事先讲，我不是说每天希望拿那种涨停板的股票来跟你表演，我不希望这样做，我真的要做的是什么？抓到主流的方向，一直带你锁定一个波段。两个月、三个月能够涨五成一倍，不是很好吗？你还要担心大盘指数？我讲了半年了，不要管指数，真的不要管指数，你不要去碰外资的那些指数股，台积电什么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反而希望说，好股票趁着外资有卖、有卖、有调节的时候压下来，有更好的价位，我带你进场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来，第二个机会，我先讲。12月25号，亚洲矽谷总部要挂牌了。亚洲矽谷总部要挂牌了，你说马老师，大盘还在9200多点呢，有没有机会？我带你买的不是那种大涨一大段五成一倍以后才叫你去追，真的，在攻击发动点开始发动的时候，我带你进场。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你再看一次，这是3955的位置点，营收真的开始成长了，有没有？最不好的情况已经过去了，真的要发动的位置点，我带你进场。20号礼拜二，真的开始发动了。投资朋友，这种好的标的，你要怎么样把握？马上。农历年要到的时候，你怎么帮助你自己把2016年股市该赚的至少比大盘要强吧，至少绩效要比大盘还要好吧，怎么拼回来？拼你自己的股市年终奖金，拼你自己新春的大红包，你说这样子好不好？当然很好啦。那怎么做呢？我马老师不但把机会告诉你，甚至我还要帮助大家来Lucky Seven 全面升级，只限7个名额。今天只限7个名额，全面升级，帮你去抢速度。为什么我做得到？过去你看过太多太多次印证，我知道礼拜二很多分析讲的呢，都很弱很弱的，很害怕，因为很多股票是真的往下掉。但是我在节目上我一直跟大家锁定的，今天台盛科涨一倍了，环球金涨70%了，亮灯涨停板，中沙收盘价又在创新高了，从月又涨1%了，嘉登呢？你说马老师，嘉登今天开高压回，你买在什么价位？我说很多好股票，昨天的台盛科，昨天的环球金也是压回来，你好害怕。今天创新高68块，今天创新高涨停板。那今天嘉登呢？你如果买在37块2，有92张，你今天你买在37块2，92张的，你会说马老师我好怕。你买在37块2，有92张，马上2块半，光是这92张差了23万。你说资讯的价值值不值得？我所有家族都可以做证明，我绝对没有说开高才叫你去追，前面上个礼拜就带你锁定，今天你开高去追，追在37块2，回来34块7，差了2块半呢，买在高点的92张差了23万。资讯的价值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真正带你操作连细微波都可以帮你掌握好，
不是叫你去追，反而是拉回来，什么价位可以买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价位回来可以做加码？为什么这一波的台盛科、环球金又在创新高，中沙收盘价也在创新高？很多投资朋友，你都看到了，你都看到了，你赚多少？6488环球金涨停板，投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做对做错，同样一笔资金，你同样是100万的股票好了，你如果是看别的分析买错标的，你知道吗？同样100万的资金跟错资讯，一天的差距不是差10万，差20万，差20万。你说马老师，100万的差距怎么可能会差20万？我做证明给你看。你如果是买12寸金元的环球金，今天涨停板，是不是100万10%的涨停板幅度？相对的，你如果是看别的资讯，别人告诉你去买凯位，今天杀到快跌停板，5380张，哎，很多人在里面呢，一来一回。20万，掌握主流股跟你买到弱势个股，你跟错资讯，一来一回，今天差了快20万。凯位今天你仔细看，差2毛跌停板，跌了 9.44%。 6488环球金涨停 9.63%。 3532的台盛科 8.8%， 一来一回也差了快 18%，是不是差距很大？资讯的价值重不重要？你如果再看到说，前面我是公开跟你讲的哦，前面10月31号第一天发动，全市场上谁在告诉你明年大缺货？11月11号大盘重挫200点哦，我说我在买，扣讯也给你看了，有没有？11月11号35.7。来，我们看大一点，这里11月11号大盘重挫200点，35.7的台盛科，投资朋友，到今天就好，你仔细看，多少？今天68块，35.7到68块，多久的时间？一个半月。你说资讯的价值重不重要？当然很重要，跟对资讯当然很重要嘛。我说 Lucky Seven， 不要说一个礼拜啊，光是礼拜一、礼拜二，我一档一档都可以证明给你看，为什么我的选股这么强势？来，你看到台盛科今天8.8%，光是礼拜二有没有超过 Lucky Seven？有没有超过 Lucky Seven？ 从34块到68块，一倍了。全市场都知道，马老师，你的代表作又多一档一倍的股票了，是不是？全市场都可以做证明。这个地方来，环球金从低档起涨上来，也不过涨70%哦。今天涨停板有没有大过 Lucky Seven？ 当然有。那么，我说，昨天强势的嘉登6600点的位阶，昨天嘉登涨停板，今天你仔细看3680，37.2块回到34.7块，你是不是买到高点你又很害怕？资讯的价值其实回下来又是一个好机会的时候，你如果买早了，光是今天差了2.5块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你会害怕？再想想昨天，我怎么跟你说？台盛科、环球金昨天压回来，好多人告诉你看空的又开始继续唱衰了，今天又大涨。真的啦，资讯的价值，一天涨跌幅10%，做对做错，那个价值是差距20万哦。同样，你的资金，不要说什么30万、50万、100万，你资金大的300万、500万，你知道吗？做对做错股票，一天差距是20%。
资讯重不重要？真的很重要。来，之前我说的 OLED 受惠股有没有？12月11号，来，你再看清楚一点。12月11号，台北、高雄、新竹全省的现场分享。我告诉你这一档，你说马老师长黑 K 有没有？长黑 K 带大量不好哎，你叫我买怪怪的。我解释了很多，到今天收盘又在创新高，快21%了，三个 Lucky Seven。12月11号，全省现场分享，你都是我的见证人。几天的时间，快3只 Lucky Seven。你仔细看，节目上，我说真的，我也不喜欢一直跟你讲涨停板的股票。回下来，我带你买，有没有？12月8号，节目跟你讲，回来买，营收数字都跟你讲了，基本面也跟你讲，掌握了。你说马老师长黑 K 已经超过20%，逼近21%，3个 Lucky Seven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的机会，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两个重点：最慢礼拜四又要发动了，发动强攻。礼拜四要发动强攻，我希望在礼拜三还有很好的上车时间，把握今天7个名额。帮助你全面升级，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，马上回来。我摸了就打，摸准就打，好。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。宝利达蛮牛，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。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他不但可当行销企划，又可当公关秘书，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，更可当采访记者。因1111有多种履历，凸显他多元的才华。更有一分钟动履历，第一时间展现您的光芒。1111人力银行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每样都想吃哎，怎么办？快去贵族世家！哇！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？幸福就在这一刻。贵族世家，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，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，超强火力又节能，大火炒菜味道好，油烟一点都跑不掉。租家唔给阿扣扣扫哦，碗盘洗好 ，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，给阿租几工，奶奶去洗辛苦。轻松，早咖无 HCG， 行行拢熟悉，厨房无宝 HCG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
回到亚洲之星。在整个分析跟推荐的过程里面，投资朋友，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我马老师所说的，真的指数不重要，选股比指数还重要。如何选股不选市？很简单，弱势的股票、外资的指数股你就避开，避开之后市场资金转到会涨的、起涨的股票。这个讲法很简单吧？投资朋友，怎么换股呢？真的要跟对资讯。你说马老师，机会在哪里？来来来，我再让你看一次。礼拜一、礼拜二，韩国三星股价再创历史新高。之前八月份，我跟你说，它的 Note 7是讲虹膜辨识光弘，现在在讲的是什么？在主流趋势发展的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机会不是只有一个，接下来不要说农历年，到明年2017年我都可以跟你预告，选股不选市，不要去管指数，除非是你买台积电、买外资的指数股，你会关心指数，因为是你手上的股票。但是你回头看看，台股有很多真的是隐形冠军，大盘指数9242点，股价4800点，真的是不是攻击发动点？我带你进场。12月25号亚洲矽谷总部要挂牌了，你说有没有利多？为什么礼拜二在发动？为什么我说这些个股的机会我要帮你掌握的，不是只有一个 Lucky Seven，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帮助家族朋友们去拼 Lucky Seven， 快的话一个礼拜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很容易。我要帮你去抢速度，全面升级，这个机会真的很有限。今天我只开放七个名额，我不希望一下开放太多，只开放前七个名额，把握这个机会。股票我都帮你找好了，机会我都帮你过滤好了，连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真正的发动点我都准备好了。那你呢？你还在看，你还在观望，还在等，我知道。因为市场上你看我节目看一段时间了，你都可以做见证。为什么礼拜二很多分析讲不出所以然来？投资朋友，过去这半年，冰川、光弘、星象、台盛科一个大波段上来，或者是像星象先带你避开再涨五成，这一个大波段其实要十个、二十个 Lucky Seven， 容不容易？真的很容易啊，两个月的时间还不到哦。台盛科3532的台盛科今天没有涨停，涨 8.8%，两个月的时间一倍了，从34涨到今天68，刚刚好一倍。说恭喜马老师，你的代表作又多一档了，不是说别人一样涨一下跌一下又不敢讲了。冰川8月1号我在节目上所推荐的，甚至7月底我在全省讲座所推荐的，有没有？7月31号全省讲座1.6倍，20几个 Lucky Seven 哎！投资朋友，你一档一档看，过去你都看到了，光弘14块多附近建议买进，在这里，全省的演讲推荐上来涨一倍，甚至连星象前面告诉你避开，八月份告诉你去换光弘，换完以后回来压低吃货，全市场上谁告诉你压低吃货？结果涨上来呢，涨五成了。我在这里讲，是压低吃货，涨五成了，好多人都有形象了。非常感谢，而且不是一档。为什么我的推荐每个月都有代表作？因为我很用心，我很专业。从民国85年投顾解盘到现在，21年了。前面的业内还不算哦，整个证券资历你绝对可以放心。就像这一次。台盛科又创新高，涨一倍了。环球金涨停板，中沙收盘价又继续创新高。崇越今天继续涨1%，嘉登今天压回来，你好害怕，对不对？你所想的我都知道，
怎么样抱住一个波段拉回来可以加码可以进场，不是那种涨五成涨一倍了才叫你去追，那是替人出货的。我讲的对不对？关键重点，来来来，电视画面所推荐当初真的在3600点，台盛科11月11号大盘重挫200点，我在买进，公开讲我在买进，大盘重挫的时候35.7块，你看看今天台盛科多少，差 1.2% 又要涨停板了，差 1.2% 又要涨停板了，68块了，好多投资朋友你都赚到了，这个机会是不是一倍又多一个代表作了，环球金今天涨停又多一个 Lucky Seven， 接下来呢加灯什么价位可以加码，甚至上礼拜所告诉你的 OLED， 你说马老师真的会涨吗？全省讲座特别告诉大家，全省讲座利多原因在这里，到今天3个 Lucky Seven，怎么样把握机会？来，仔细看好。今天全面升级，开放7个名额机会，抢速度，让我马老师来帮你，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。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拄开春布田不怕脚手冻，所以还要收草割了虫，除了要挂是热天，整个人晒到变人汗，这样操劳不要怨叹，是祖公阿老的田，较艰苦嘛袂当放。若开力，拢靠做事了后一杯啊保利达。明仔载开力，保利达币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。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作息这么乱，刷体质胃酸酸的，罚你喝水。千山净水电解离子整水器，独家针对家中水质调整，分解出碱性活水，简简单单喝出健康。最懂台湾水质，千山净水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。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米林的主将，米林马的主地，股圣陈米林，让家厨变大厨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。